我认为啊，我们很多台湾的一些朋友啊，愿意来大陆啊，他是看到了我们大陆的发展啊，然后呢，也是根据他们的切身的一些产业的需求啊，一种对接啊，他们愿意来这边创业啊，但是呢。你怎么能够吸引了他们，而且让他们能够留住啊？那就是我们应该从落实他们的这个家庭的这种待遇啊，这种方方面面的一些落地啊，来去服务。